浪人剧场《天空传说》Kiki 与不灭火炉，彩虹城以焚化为乐，建造了一个巨型的焚化炉乐园，令美丽的彩虹化为可怕怪兽。粉红狗誓要同佢战斗到底，好彩得到 Kiki 同 Lala 加入冒险旅程。浪人剧场将透过多媒体影像、实时拍摄、偶戏同原创音乐，探讨城市人过度消费的问题，宣扬人与自然共存的信息。